我那边至少两台，两台都往你那边过去了，都半血。我们是要去回家。我操！火箭筒，没事。火箭筒看到了，这里。看到。打吧。还有只，在这过后。我看。哎，下来修理，我帮你压制他。这还有第三发。哎，履带断一边啊，我在修理。你完全地方修。我打一发高爆，爆架枪。履带两边都断了，我还在求。这谁？我们血还有大概一半，来不及。这怎么轰我们？不像筒子。筒子，两个筒子。大哥，他们应该没手雷，哎，没有弹药了。两个死了，队友把他收掉了。不是这两个打的，好像其他方向打过来的。自己人吗？我靠呀！为什么没 ID 啊？炮手看好像没有 ID。我刚看他有 ID， 然后突然又没了、欸。你就认服装吧，对面是加拿大。没有，他们刚刚长得超级像啊。你们要救他吗？还是不要？不要，保坦克比较重要。走了。哎，还没修好。这两个铅筒是开那个卡车过来的，看到了。子弹弹。四队要回家去了。你说我们血多少？半血。半血不到，大概剩三分之二。三分之一啊，讲错了，三分之一。赶紧回去吧，这一台15票。为什么那边会队友啊？他哪里来的、啊？没有，刚有一个队友在附近啊，他也拿着桶子。他从七队背包躲下来的吧？啊，好吧。吓死我了！我都傻笑。看，结果坦克决战不知道有没有。我们的坦克应该，我们的坦克已经下来修车了，你有看到吗？你看 N 那个一队的已经下来修车了，我觉得应该是没了哦，没了。那个帮一队帮一点一台，不知道。我问一下，一队你们有打掉坦克吗？也是大巴士，打掉一个铃木，还行。十个月续订，我们帮一点要炸了，下面有台。